九大圣僧之龙婆属二四六一瓦塔玛蒙龙婆塔玛扎佛祖，全泰五大佛祖之一。很多人直接称龙婆塔玛扎佛祖为龙婆属的师父，或者说没有龙婆塔玛扎就没有那么厉害的龙婆属。原因龙婆属毕生修为均是在龙婆塔玛扎佛祖向前领悟，或者说龙婆塔玛扎传授。当年瓦塔玛门还没有龙婆塔玛扎法相的佛牌圣物，龙婆属点名要求督造加持一期，这就是这一期圣物的由来。这一期圣物可以说是龙婆属在感谢致敬自己的老师。所以如果大家要问和龙婆属小佛祖对比如何，答案综合各方面来讲，等级不会低于龙婆属的小佛祖，全泰顶级佛祖之一。欢迎订阅本频道，了解更多佛牌资讯。